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讲《左传·城濮之战》。上次讲到，晋侯攻打曹国之后，魏抽和颠杰烧了西傅姬的全家，这个呢是严重的违反了晋文公的命令。所以它这个后果呢也是很严重的。下边咱们继续看。魏抽伤于兄，公欲杀之而爱其才。这个魏抽呢，他在作战之中呢，胸部受了伤。公欲杀之而爱其才，这个爱呢，咱们说过不止一次了。这个爱呢是怜惜的意思，怜惜他的才干。因为他严重的违抗命令，所以呢，这个晋文公呢要想杀掉他，但是呢，又觉得他作战呢非常勇猛，英勇善战，所以呢，使问且视之，并将杀之。就派人呢，使在这儿呢，就是派人去问候他，在问候的同时，且视之。这个视在这儿就是仔细观察的意思，派人去问候他，而且呢仔细的观察他，并将杀之。这个并就是如果他伤得很重，那么就要杀掉他。这个魏抽呢虽然是一介武夫，但是看来呢也很聪明，他怎么样呢？魏抽素兄见使者曰：“以君之灵，不有宁也。巨月三漠，屈影三漠。”他呢知道晋文公派人来看他，意思呢也是看看他受伤的情况。知道呢，如果他伤得很重，恐怕这个小命都保不住了。所以呢，他。因为他是胸部受伤，所以他速胸见使者，用布把这伤口使劲捆扎上。而且这个使者说呢，以君之灵，不有宁也。君之灵，这个是君王的威灵。以君，这个以在这是凭借，不有宁也。这个宁呢指的是安定平安，在这儿呢指的是伤好了痊愈。不有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呢是反问，反问。所以这句话呢整个呢就是可以这么翻译，凭着君王您的威灵，我的身体还能不平安吗？他不但这么说啊，这嘴上说的是很好听，而且呢还有具体的表现。巨月三漠，屈影三漠，这个百在这儿呢发音是漠，表示次，三次，当然这个三呢是咱们都知道古汉语里边呢它这个有的时候不是实指，是虚指，三次就表示很多次。巨月屈影，大家看这个月跟影这两个字呢都是部首，都是足字，都是足字边，所以呢它都表示用脚来跳跃。巨月屈影，屈影呢就是弯曲，弯曲呢那就往上跳，巨月呢就是跳出一定距离是往前跳，所以呢它不但说是吧，凭着您的威灵啊，我还能不好吗？然后而且呢他是在这使者面前的这个又往前跳又往上跳，他就是用此呢来表示自己没事，虽然受了伤但是一点不妨碍。这样呢这个使者回去之后呢，晋文公呢就乃舍之杀颠杰以徐为师，立周之桥以为荣用。
啊，乃舍之。这个舍呢，咱们在郑伯克的语言里边已经讲过啊，食舍肉，舍是放在一边的意思，啊，在这儿呢是放弃的意思，啊，也是实际上也是放在一边，啊，就把它放在一边了，不管它了，啊，就是不杀它了，啊，杀颠杰以寻一师，寻一师这个寻呢就是寻行示众的意思，啊，就是把就是这个是当时军队的规矩。啊，就是谁犯了严重的犯了军纪的话，那么不但要杀掉，而且呢，就是要抬着他的尸体，在军队的行列中示众，游行示众，啊，就是给别人给其他的将士看，啊，你们如果违反军纪，那下场就是这样，嗯，所以这颠杰呢就是这种下场，啊，这个。对这个魏抽呢是没有杀他，但是呢也不让他当这个荣用了，啊，把他这个降职，啊，立周之桥以为荣用。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呢，这个晋文公呢这个军纪呢还是非常严格的，啊。这段课文咱们给大家翻译一下，晋侯。包围曹国，攻打城门，战死的人很多。曹军把晋军尸体陈列在城上，晋侯很担心。他听取了众人的办法，声称在曹国人的墓地上宿营，并且将军队转移到那里。曹国人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害怕，把他们所得到的晋军尸体收入棺材送出来。晋军趁着他们害怕之机攻打他们。三月初八日，晋军攻入曹国。晋文公隶属曹军的罪状，因为他不任用戚夫姬这样的贤臣，而坐车的大夫却有几百人之多，并且责骂曹共公死狗样子。晋文公下令不准进入戚夫姬的家，而且赦免他的同族人，这是为了报答当年他的恩惠。魏抽颠杰发怒说，不为有功劳的人打算，还谈得上什么报答？于是放火烧了戚夫姬在家，魏抽胸部受伤，晋文公想杀他，又怜惜他的才能，于是就派人前去问候，并且查看他的病情，如果他伤得很厉害，就要杀掉他。魏抽听说后，用布包紧胸部的伤口去见使者，并对使者说，
凭着国君的威临，我的伤还能不好吗？边说边向前跳跃多次，又向上跳跃多次，以显示自己身体已经康复。晋侯知道后，就饶恕了他，而杀颠杰，并且在全军巡行示众，又立周之桥为车右。这个周之桥呢，原来是虢国的旧臣，在鲁闵公二年的时候，他逃到晋国，这个时候呢，就把他提升为车右。这段里边还有一个咱们应该注意的常用词，就是第一行，曹仁失诸城上，这个诸，这个诸字呢，在古汉语，在现代汉语里边也经常，也仍然还是常用字。这个诸字在甲骨文、金文里面都没见有，应该是比较晚起的字。它的用法主要是虚词，大家看屏幕，诸这个字呢，常见的有四个意象。第一是这些、一些，孟子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意思是说啊，一些大夫都说某一个人非常贤明，那么还不能完全肯定这个人就是贤明。现代汉语里边咱们还说诸位、诸君，都是这种用法。第二种用法，代词之，做代词相当于这个知乎者也的知。例句是《左传》里边，其子不忍食诸，不忍食诸就是不忍食之。这段的话呢，就是他的儿子不忍吃这个，吃什么呀？这大家看《左传》原文就知道，是他父亲的肉，让这个儿子吃了父亲的肉，这样他当然不忍食之，这是《左传》襄公四年的事情。第三种用法是用作介词，相当于鱼。这个是在《礼记》里边，这句话呢，大家看的也很明显，不知神之所在，最好懂啊，不知道神在什么地方啊，以彼乎，以此乎，或诸远人乎，前面两个都是鱼，第三个呢，显然是为了使这个句子有些变化，所以换作用诸，它的用法完全同这个鱼。第四种用法，是兼词，相当于之语。这个例句呢，也是从《左传》里边选出来的，宋睿司徒生于子，赤而毛，弃诸涕下。他这个生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呢，皮肤的颜色是红色的，而且呢，这个身上长得很长的毛。很奇怪，所以呢，他弃诸堤下。这个诸就是相当于之于，弃这个女婴于堤下。那么，
在课文里边啊，曹仁诗住城上啊，陈诗在城上啊，这种用法呢就是这个相当于咱们大家看应该是这四种的哪种呢啊，很显然是第三种，就是陈诗在城上啊，于城上啊，所以他这个是于这个用法。诸字在古汉语里边常见的就是这四种啊，所以咱们大家呢应该把它记熟，这样咱们在以后用的时候碰到诸字啊，你就立刻想它应该是这四种的哪一种。下边咱们继续看课文。宋人使门尹班如进师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则绝，告处不许。我欲战矣，其情未可，若之何？先诊曰：使宋舍我而戮其秦，借之告楚。我执曹军而分曹魏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魏，必不徐也。喜戮戮完，能招乎？公曰：执曹伯，分曹魏之田以必宋人。这段呢他主要说的是在城濮之战大战之前啊，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的一些变化。宋人使门尹班如进士告急。门尹班呢是宋国的大夫啊，门尹是官名，班是他的名字。如进士告急，这个就是如字啊，到什么什么地方去。进士就是进国军队啊。公曰，这个景公说了，宋人告急，舍之则绝，告楚不许啊。舍之又是这舍啊，咱们说了舍呢是放在一边啊，这个地方呢就是其实也是从放在一边这个意思啊引申出来的啊，就是你不管他啊，不理他，他来告急，你不理他，不去救他啊，则绝，就会和宋国断绝关系。告楚不许啊，如果求楚国啊解除对宋国的包围，楚国呢又不会同意，不许就是不答应。所以呢可以说是两边都跑吧啊，你不救他不行，你告楚国呢也没用。我欲战矣啊，我如果和楚国作战的话，其秦未可啊，齐国和秦国呢在当时呢也是势力很强大的国家啊，所以他们的态度对于双方作战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晋文公的意思呢就是齐国和秦国都没有表态啊，没有答应和他们共同去与楚国作战，若之何？若之何呢是古汉语里的固定用法啊，常见的和这个相反的还有如之何、奈之何啊，这三个词的用法是一样的啊，若之何、如之何、奈之何啊，都是怎么办的意思。这个晋文公提出了问题啊，就是他不好办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先诊呢他又出主意了啊，他说使宋舍我而戮其秦，借之告楚啊，就是啊让宋国啊不要来求我，舍我又是舍我啊，把我放在一边啊，就是说不要来求我啊，不要来求我，我们国家而戮其秦，这个戮呢和咱们现代汉语里贿赂的戮是一个意思啊，就贿赂这个齐国和秦国嗯
然后呢借之告楚啊，让齐秦两国呢替宋国向楚国请求退兵。这个借呢是凭借凭借着他们去告来求楚国解除包围。我执曹军而分曹魏之田以避宋人，在这个的同时呢，我们呢又要执曹军而分曹魏之田以避宋人，就是把曹军抓起来，这个执就是抓起来的意思。而分曹魏之田以次宋人啊，把曹魏的田，把曹军抓起来，而且把曹魏的田啊夺过来给宋国。他这些意思是什么呢？是吧？大家想的这个刚才晋文公提出这个问题，最后落点呢是在，就是他如果和晋国如果和楚国打仗的话，齐秦未可啊，齐秦如果不参加的话，那么齐秦如果不表态不支持晋国的话，那么晋国很难取胜，所以他们希望取得齐国和秦国的支持。所以这一系列的安排目的都在于使齐国和秦国站在晋国的一边和楚国作战。这个地方呢，这个国家比较多啊，所以咱们看屏幕有一个图啊，这个图呢就表示了这些国家的关系啊，就是咱们说这几句话用这个图表现的就很生动了啊。宋国呢，他说了让宋舍我而去戮齐秦啊，这个图这个右上方啊，宋国去戮齐国和秦国啊，然后呢让齐国和秦国呢去替宋国求楚国啊。另一方面呢又执曹军而分曹魏之田给宋人啊，而曹魏呢是楚国的下属国啊，下属于楚国的。这样呢就说他目的呢不是说要和楚国这个和好，所以呢他一定要楚国呢还是要和这个晋国打仗所以呢他一方面他把曹军抓起来，而且分曹魏之田给宋人，这样呢使楚国进一步的激怒楚国。另一方面呢他让这个齐国和秦国呢去求楚国你不要再攻打宋国。另一方面他又来激怒他所以这楚国呢肯定他不会听齐秦的话，他还要去攻打宋国。这样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呢楚爱曹魏必不许也楚国他联系曹国和魏国，所以必不许也他不会答应说不攻打宋国了，他还要攻打宋国。所以呢这个这一圈这一系列的这个措施最后的效果就是要激怒这个齐秦来参战所以呢这个下边喜怒怒完能如战乎，这个没有主语但是从上下文来看，这个主语就是最关键的齐国和秦国。齐国和秦国他们宋国呢一方面贿赂他，一方面呢他去求楚国宋国贿赂他，他很高兴喜怒，所以呢他倾向于宋国。怒完他去求楚国，楚国呢求了半天楚国不答应还要攻打宋国，这样他们肯定会生气。怒完生气楚国的对楚国的这种顽固不听劝，非常生气。一方面呢他已经倾向于宋国，另一方面又生楚国的气，能无战乎，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就会倒向宋国一边而和楚国作战晋文公听了之后呢公悦很高兴，执曹国分曹魏之田以避宋人就说他果然采取了
这个先诊的计策。下面把这段话，把这段课文给大家翻译一下。宋成功派门尹班到禁军中报告情况紧急。晋侯说，宋人来告急，放弃他不去解救，就断绝了与宋国的交往。如果请求楚国撤去为宋的军队，楚国又不会答应。我们想作战，齐国、秦国又没有同意，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先诊说，让宋国抛开我们而去贿赂齐国、秦国，借助齐国、秦国去请求楚国停止攻打宋国，同时我们捉住曹共公，而把曹魏的田地分给宋国。楚国联系曹国、魏国，必然不答应齐国、秦国的请求，而齐国、秦国喜欢宋国的贿赂，恼怒楚国的顽固，这样能不参战吗？晋侯听了之后很高兴，就捉住曹共公，并且把曹魏的田地分给了宋国人。这一段里面呢，最后一句话里边啊，分曹魏之田以避宋人啊，这个避是给予的意思啊，这个避字呢在古汉语里也是很常见的，因为在现代汉语里啊这个字已经不用了啊，而在古汉语里呢还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咱们应该记住这个字啊。那么这个字咱们回忆一下，就是咱们讲的汉字构造那部分里边说六书啊，它应该算是什么字呢？啊，用两只手捧着一块田来表示给予的意思啊。对，这很显然的是会意字啊，就是用两个或者是两个以上的汉字来表示一个意思啊。这个呢是很典型的会意字。这节课咱们先讲到这儿。